近日市面多了口罩賣或者預售，部分更加是獲政府資助的口罩廠。不過獲資助的這些廠，政府都未收到他們的口罩，市面已經有得賣。由鄧一文講下點解。香港製造 Made in Hong Kong 這一盒都是。大家有沒有留意最近多了一些港產口罩應市呢？ DKA 在各區的藥房、連鎖化妝品店都有賣，標榜是第一間公司榮獲政府口罩生產線配額，價錢介乎240至285元，寫著符合 ASTM Level 1，名為香港做的這一盒藥房賣220元。上方口罩上個月網上預購，現在可以拿貨，一盒24個，96元，不少人一買就一箱三盒。這三款口罩都申請了政府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，寫明符合 BFE 95%。政府說資助的7間公司原本預計星期二至到下個月初開始，每個月賣1280萬個口罩給政府，有剩的才可以在外面賣。現在市面有得賣，但政府說一個口罩都未收到，為什麼呢？本身預計下個月初供貨給政府的上方口罩說，政府連約都未跟他們簽，現在用緊原本的生產線。我哋將約都未見過啊！生產力局就話政府喺度 finalize 緊嘅合約啦，咁樣咯。成件事差唔多 delay 咗3個星期啦。呢一個咧係同認唔認證咧係冇關係嘅。商經局承認至今未向任何公司發放資助。據了解，咁係因為政府仍然未收到各間公司提交嘅認證，生產商最多延期1個月向政府供貨。至於同一間公司沒有獲資助的生產線，口罩怎樣賣可以自行決定，但是要符合商品說明條例和消費品安全條例。有線電視記者鄧日文報導。